是当年哦，这么奇人，世代同堂，阿公阿妈、老姐老舅、阿伯伯公、阿姑阿姨、姑舅，还有很多兄弟姐妹、堂兄、表弟表妹，全部人呢都聚在一起，开开心心的庆团圆。那所以呢，今天哦，还有个非常特别的节目，就是阿妈 birthday 哦，阿妈 birthday。来，我那个什么子孙呢，再做一个 special 的物件，我那个阿妈 I love you， 是不？会使无？会使啊，会使啊 ，OK， OK， 帮我帮我报起啊，来啊，一、二、三，阿妈，阿妈在听有无？听无啊，来，过来一摆够有诚意的无？来，各位亲家朋友，三、二、一，阿妈 ，I love you， 哎呦，阿妈 so sweet 的，阿妈弟弟啊，来，阿妈，我还没米掉，我还没生日愿望，我还没米掉，新年快乐，来，给我阿妈一个掌声。阿妈你很可爱耶，我听讲阿妈你会使唱歌，会使跳舞，会使指甲啊。第一关是乌头哥，哇，你实在好料。乌头哥我不要做，我老公讲我像乌头，较蠢啊，但比较比汉子较聪明淡薄。所以我希望一个乌头哥哦。那今天呢，我们相聚在这里呢，只有为了一个目的，就是大家什么一家靠哦，踩踩整整的在这里呢欢庆过年。当然，我们选初二呢，是因为今天是阿妈 birthday， 所以今晚呢，大家就要吃爸爸，你不可以当妹妹来听我跳舞，会使不？哎哎，会使不？啊，会使。那今天晚上呢，我们以一个非常特别的节目来开始我们的晚餐。就是各地要卖肉上的嘛，鱼肉盖鱼上哦。来，我们请我们的 caterer 呢，把这个鱼上给端出来哦。